政府是香港唯一的地主，土地是一种垄断性的资源。政府推出土地的数量和时间，最终会影响物业价格，因而影响整个经济的营运成本。政府卖地之后，如果不主动建立一个供求议价能力相约、竞争性高的物业市场，这种垄断性就会由土地供应延伸至物业市场，因而造成香港高楼价的现象。缩水楼的出现清楚显示，住宅物业市场是一个供应一方独大的市场，中产人士通过租金或者供楼支付高昂的费用，就好像交间接地税给政府。